紫米、糯米这部分来讲的话，它会差是差在它里面的纤维质，会不会比较多或比较少一点？那为了让它放得更久，所以它放一种防腐剂在里面，去水醋酸。去水醋酸这个是无色无味啊，大家都以为糯米做出来应该是白色，错误，糯米做出来绝对不是白色，那是漂白过后才会变白色。每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，请锁定 UDN TV 健康日记。